一日，吴尊在微博晒出一家人的出游照，便称今年第一天最有感触的两个字儿：勇敢。带着内内和 Max 尝试滑翔伞和滑水运动时，真的觉得有勇气才会带来精彩的人生。勇敢去爱，勇敢去尝试，勇敢去面对。照片中，吴尊带女儿内内玩滑翔伞，滑翔高度竟达到30层楼高，而 Max 也不弱，与吴尊玩水上电单车，一家人玩超嗨，超幸福。网友纷纷评论：哇哦，内内太棒了吧，我都不敢，宝贝好勇敢，我也要学会跟宝贝一样勇敢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